一只歌叫是陈明仁先生所写的歌词，陈明仁是一个台语的诗人，伊参与反对运动二三十冬哦，伊尾仔感觉讲啊，去游行示威实在是无路使哦，足无聊的，所以伊就开始讲无爱去参加遐，伊开始写小说，开始写诗哦，啊有一个叫做王明铁先生哦，把这个歌谱作词。 王明哲，王明哲这个人做的歌吼，拢是迄种啥物？经过的路途，坎坷嘛爱行，先贤的一生不断，勇敢的台湾人，勇敢的台湾人，总因为做主人，拢是款的。但是这条足勇的旋律啊！啊！ 陈明仁先生写这首歌，有一个副标，有一个 subtitle 讲，你要献予李永元博士，因为伊这个情形就是咧写伊哦，对海外咧读册十几冬，还是优秀的一个博士，会
的人才要倒来台湾服务，但是伊要申请 visa， 迄个入境许可，哦，申请十几遍，申请五档、十档，我们申请袂当入来，因为伊是歹人哦，所以袂当倒来台湾。啊，所以伊感觉讲，伊就是敢若像一只狗叫，惯在天界，千里飞转来，无人知受的所在已经互人来迫害。但是伊咧讲，更加艰苦，伊嘛要倒转来。提醒咱来注意这个问题啊，有真侪真优秀出国去读册台湾人，哪敢若读册就好啦吼，无代志。啊，若读册佫摕到博士，我就可能有代志啊。拄好想到一个笑话，反正咱今仔好耍吼。有一个阿伯啊吼，讲他们去看啥物大学联考的榜单啊，啊隔壁一个讲哦，阮囝伊伫迄个联考榜单放榜单面顶。啊，隔壁一个学生讲，哦，恁囝真牛哦，考到大学吼，伫咧联考榜榜的榜单面顶。啊，个阿伯啊讲，哎啊，阮囝甲我写批讲，啥物，伊伫个啥物单，乌啥物单面顶，乌名单面顶。迄敢是有哪放榜的单的款？你佮隔壁一个讲，哦，阿伯啊，恁囝也较牛，恁囝一定博士的，啊，无哪会当当乌名单？笑话啊！这一只狗叫咩？特别喏。像李英文博士迄款，为了台湾咧拍拼啦。